经一番寒彻苦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21天的春训，我们就在今天晚上12:35的时候，大家的见证下，我们达成，就有一个纸卡招揽。所以你完成春训，你就有一个完成每日任务，你就选关闭。关闭之后呢，请点击领取奖励。对，为什么？如果今天你的佣兵是中外野贝尔川的话，他有好几个队伍，你都可以把他佣兵的。快速传球加上飞身扑球大师，高速高大枪，很多队都可以用他，像洋基队也可以用贝尔川。所以我决定，我来开个皇家队的贝尔川，好不好？皇家队的贝尔川，这张卡就是我要的这张卡。OK， 好。所以如果说我这个按下去中贝尔川的话，我告诉各位啦，我们就抽个小夜灯，一次呼叫就到位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选择团队，没错吧？哦，皇家队为我们带来小夜灯的就是这一位。各位观众，让我欢迎贝尔川，一二三 ，Go！ 哦，你随机招揽一名哦，随机招揽一名哦，随机招揽一名，是不是？按下去就是贝尔川了，不能变更哦。堪萨斯皇家队，贝尔川，贝尔川。一个 feel， 一个感觉。大家不要睡觉了，一起跟我们律动一下好不好 ？OK， come on， 来动动手。Yes， 呜呼！什么？这就是一个口技啊，不对，这就是一个，有没有？各位，这就是一种生活中的一种，有没有？一个顺利，这是贝尔川要体验等级初始化，不用。贝尔川没，他没有要等级，贝尔川没有要体验哦。好，50万哦，呼叫那个蛙脚妹出来好不好？蛙脚妹要出来。哦耶！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今天花了100万让你们看到这一位蛙脚妹，我相信你们等一下会很好睡了，好不好啊？